好多了。有多多一袋子。哎呀，你看这底下也是，你看，然后那个树上也是，还想咋的？你看。哎呀，这么多呀！是不是嘛？然后那个树上也是。哎呦我天哪！我没白叫你吧？没。这要是白把你袋里装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，我也有今天。一个。那，见面分你一半。你看，你这是看那个树上的。那个树上也有，这底下也有。你先看的那个树啊。啊，对，然后看的这个。哎呀，自己的得自己嘎的爽。六个。这气人！哎呀，我天。拿羊上去啃。七个。八个，九个，包给你。我去够那个去，那顶上的不好够，太高了。哦、你家。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四个，十五个。你在这是？我在这气他呢，气你气我有啥用啊？你气我？十五个。我又不生气。不好够，太高了。拿杆儿，拿杆儿，说啥也要给够下去。这时候就哎哥。十六，不，我现在啥也整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在脚底下。那咋办吧？我现在拿俩手机。爹爹，我放手了。这咋够啊？这个底下的好够。看着看着了，太高了，够不着啊。哈哈哈！哥，看没看到？这种人的收获，哥。这种人，哎，给来，给你个特写，给你个特写又能怎样，是吧？哥。给你个特写用，哥羡慕不羡慕？哥，你看没看着？气死他了！你气我有啥用？我又不生气、啊。看看啊，哈，掉了！哎呦我，粪卡那掉了，还有一个，你十五个、十六个那花了。哎呀，把我哥气够呛，我就高兴。某些够不着的人又去了，看没看着？哎，加油！哎，够不着，嘿嘿嘿嘿，拿我给你够。来，我来。哎，这个，那你不得把叉子撅断？叉子应该就行，那这个我够，我能够了，真的，哥，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。我立了，我立起来了，来，给我。只要杆子够长，我就能够下来。你补你腿的这个距离呗。下来了吧？还得是维兄给你选了一个大树叉子。不认了。我们以视频为证，以铁为证，好吗？没有用，那儿有个瓶子，我们捡了回家卖钱去。走吧，你捡吧。易拉罐。是易拉罐，我刚才我都没看着，放你兜里就行。靠山捡破烂。你把那树叉子整回去啊。不来了，就这样吧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撵我爸去，爸爸。他又跑那么远，走吧。